你不要以为这个是辣子鸡，这个是肥肠来的。你听到声音吗？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哥崩开了一家很大间的湖南餐厅，就是这家望湘园。我最爱吃湖南菜了，因为我爱吃辣。走，这边有两间包厢，这间跟那间，这里可以唱 K。刚刚店员有说，这里包厢是可以办巴蒂啊，或者是办小型婚宴。这边有很多湖南菜，有烤鱼，这个我喜欢，点这个。有卤味，还有烧烤，点起来试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了来了，这里的招牌香辣烤鱼，看上面满满的辣椒和花椒，看起来应该很辣。边滚边吃，我选的是石斑鱼，真香。它鱼肉很嫩，真的是够麻够辣，越吃越爽。你喜欢吃辣的话，可以点这个。其他湖南菜有辣的和不辣的，这看起来很好吃。孜然羊排，中国人很喜欢讲一个嘎嘎香，这个就是嘎嘎香，又脆又香。Nice。你不要以为这个是辣子鸡，这个是肥肠来的。你听到声音吗？这个肥肠炸过以后味道没那么重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肥肠了。这里的卤味是中国式的卤味，看上面是有放辣椒的。这个是卤牛肚，本地餐厅肯定吃不到的。卤到很入味，而且口感很 Q。卤猪手，看它颜色就知道卤得很入味，满口都是胶原蛋白。最喜欢吃中国烧烤了，因为很重口味，重口味就按我了。先吃这个我最爱的茄子，它上面满满都是酸米，烤得很香，有点辣哦。家人们，原来这里可以吃到新鲜煮出来的螺蛳粉，它的粉很滑，它汤酸酸辣辣的很开胃，越吃越上瘾。在包厢可以一边吃湖南菜一边唱 K， 很好玩。